您相系。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。各位电视机前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现主持来甲各位分享到，这题目叫做《信教以上说三好》的一个代志。第一，这个。秋天的这个贵气里面，在这个酒家庄来了十几位的居士，来到五台山来礼佛顺礼亲近三宝，以及到这个这一位真有修行的方丈和尚。这其中呢，有一个五十几岁一个女技师，在会客室内底，来向着方丈和尚来倾诉着伊的这个痛苦，啊个这苦哀无奈。伊讲，讲师父，弟子皈依佛教已经四年啊。一直来，那初十五拢食素，但是呢，我吼身体唔知安怎，始终拢无真好。啊，到半年前的时阵，我着一位善知识，伊甲我开导，我甲知影讲，哦，身体无好啊，会破病。首先就要完全除掉所有的这个肉食，我就照你做。然后呢，我转数的时阵，身体哦一天一天一直好起来。我跟你了解讲，这三斤肉是一个方便，看该都要开始要吃素的人。还是无食素的人，哎，一个前进的方便法门呢。但是自此了后，我的后生查某囝，伊看我食菜，看我听我一直甲因苦劝，因说无了解，因说颠倒甲我苦劝，伊讲。妈妈，你安尼食素，你哪会遮戆呢？这肉遮好食，闲了你唔食呢？先煞要劝我来食吧，我挑工去买碧咖，活的虾要来我食补，要我讲食了后，我搁较有搁较有钙质的，搁较有安尼气力的。实在让我很生气，因为这个事情，我常常跟我们那些孩子在辩论，但是呢，辩论到最后，什么人也没要听什么人，让这个家里的气氛都变得很紧张了。
啊，最近哦，有一届，我实在是哦，气甲足袂，足不耐火的，我就去一位女技师的厝内底去遐住。啊，这个囡仔咧，后来伊甲我认唔对啊。哦，妈妈，啊，我安尼有唔对咯，实在是对你真抱歉。啊，要请妈妈回来厝的，让我来尽孝心，我嘛同意啦。但是咧，那个食饭的时阵哦，啊，大家心理上哦，都真无欢喜。这个代志我非常的困扰。我嘛想讲，有想要出家呢，但是咧，如果想讲，我当我阁有悔啊，神医唔知道要甲我收无？阿妈想讲，阿无我来老人院来去遐居住，但是咧，如果一方面我想讲，迄个所在拢全食草的，我再食素的去，唔知道方便无？所以讲，地主。真正呢，苦恼，要恳请师父你大慈大悲，开始指点迷津。这位方丈和尚啊，始终都在静坐、静听，来听着这位女居士来讲完，伊个慢慢开口。来甲这位刘秘书开始，咱学佛的人都要知啊，好顺大众，就是讲，咱爱尊重别人的习惯、甲选择、甲信用，甚至呢，亲像咱家己的子女，咱嘛袂使讲。该强迫啊！依你咱的观点，爱因个咱服从。你希望讲全心全意来信佛、食素，固然是为着因好啦。但是呢，有一点非常的重要，咱来。关机到教，袂使讲，急于要求讲，伊爱对咱来食素种种，无食，这会适得其反呐。会使因对佛教产生了种心理上的抵抗甲误解。所以在吃饭的问题面顶，我给你苦劝，咱会使采取一道两制，咱袂使讲因为子女啊来吃肉，咱就来给伊埋怨呢。咱来问咱家己呢，咱真真正正。解释断吧，那个偌久呢？俩是不是安尼嘞？如果讲咱也修得真好，啊，未在解脱掉这个六道轮回内底呢？佛菩萨唔是一直讲，拢无甲咱下去嘞。所以因此啊，度人咱爱吼讲究时机。甲方法，除了这个研究以外，咱也爱搁较注重咱的信教。比如，当伊看到你学佛、食素了后，哦，你的气色愈来愈好，身体呢愈来愈健康，啊，你的心态、心理
越来越上好。自然人就信服，信服佛法，慢慢呢，因着伫个你个这个信教的教化内底，伊会甲你向你来学习。当然，咱若想讲要度化别人呢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咱自己哦。首先，咱来做好，做个正而不邪，教而不昧，欲正人啊，先正己，这点要非常的注意。那回想，我甲这位女菩萨，佮另外个开始，伊讲呢，咱啊较有年纪的时阵，咱来做个是三好，的这个习惯。咱第一，咱来定来讲吼，咱的子女真好，因真乖，真友好。真捌代志，那是讲因无好，咱嘛会讲好。第二点呢，咱来伫个这个生活上讲好，生活种种的环境，因为各种因缘会产生各种的这个事故出来，但是呢。咱拢爱讲，咱伫个家庭内底，伫个即个工作面顶，伫个所有种种的人环境，咱爱讲好，就是无好，咱嘛爱讲好。第三点呢，伫个咱的亲朋好友内底，不管别人怎样的对待咱，种种。不满意，咱拢爱讲好，就是无好，咱嘛爱讲好。以上的三点，是一个做长辈人啊，爱时常记在一个心中，甲将这些好的话挂伫嘴，啊，地上上落，内心上无各种的。挂碍啊！无论是子女咧，还是亲朋好友咧，还是咱的厝边咧，这边啊，以前咱大家互相相处，如果那是讲无尽人意的时阵，咱较早拢会，咱都爱温柔、用心、一定。不完，久的时阵，因会感觉讲啊，真惭愧，来转变。所以讲，三好，会让大家得到对你的尊重和爱戴，你的生活自然啊，会越来越好。如果那是无咧，咱可能一直想讲，别人奈无来尊重我咧，啊，咱啊处处咧，拢颠倒这长辈的一个气势，啊，专门哦来咧讲讲别人的无好，讲这些子孙辈啦，啊，这些厝边头尾。未晓尊敬长者啦，啊，未晓看到人，未晓打招呼啦，在种种细项代志，有当时啊，都不得人言啦，卖造成吼，咱个子女亲朋好友中间啊一个隔膜，把咱的生活变作讲，拢因为小可代志，安尼摩擦。不断，大家咯，互见互完。
啊拢歹面相看呢。所以讲何必呢？咱好好伫这个三好内底用功夫，和大家拢适用。如果呢，功夫若做不到呢，无论是老大人，还是子女，还是丈夫，还是妻子，还是出家在家，拢有烦恼无量啊！所以你记住，来听到师父对伊的殷勤的开始，伊呀、啊，一直点头，一直点头。所以哦，在这个风采，还阁是安尼足优秀的这内景啊，得到这个清凉风一扫啊而空啊，而怎变作满面的春风？佛法实在是真妙用啊！风中花香，佛法妙语，慈悲的开导，适中适机来点醒，未来得到这个精髓，深深就感觉讲，佛法实在是一个真好，而且容易捌的代志，唔是遐尼无完容，是一个真完容无碍的一个教法。伊就欢喜回去厝内底，伊就照着花香对伊的教导，哇，对人拢真好，态度观态度会改变，对子女哎呀都袂去计较咯。你要食肉，你就随缘吧。而好，大家一家一团融，厝边头尾看到大家彼此。拢笑嘻嘻，非常诶，这个相互的问候，大家问好。而且咧，对着这下辈啊长辈，自此以后，因为听到师父的三好的行为的做作，所以伊的生活上过了非常的满意。佛法说，要改变别人。要先改变自己，改变自己的观点，改变自己的做法，就改变了你的态度。改变你的态度的时候，改变你的命运，由此命运就会转变。佛法所有一切的教法，我们就是要先认知，改变自己的所有一切的不圆满的地方，然后将慈悲、将爱、将祥和给别人。佛法讲自尽其意，佛法讲众善奉行，就是慈悲与爱给所有人们，给所有你身边的人，因为人的慈悲无量啊，爱无限啊，人家得到了这个爱，能够继续的转化给别人，使我们这个人世间充满了祥和，充满了和平，充满了平等，充满了亲近。世间上没有你欺我诈，大家都很诚实的在一起，过着一种很安乐、快乐的日子。在这里，跟各位说，我们互相勉励，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台肩负着
传播佛陀觉音的弘法家业，同时也是海涛法师慈悲置业推广的平台与媒介。透过电视台无远佛界的传播，方才能将诸山长老法师的开示，以及南传、汉传、藏传佛教间的交流与活动，提供国内外十方佛子，更让有缘的社会大众便利地获得佛法资讯，听闻正法，共取正觉，为令如来悲智法水长流不绝，滋养大地有情菩提心田。尤其为使海涛法师慈悲置业各项资讯长久推广，诸如弘法、护僧、慈善、放生以及印赠经典、免费素食等慈悲置业，皆得皆由生命电视台的传播之力，无尽传扬，裨益大众。敬邀十方大德发心护持，共襄盛举，以让生命电视台常续诸佛愿心，继续推动如来法轮，广利众生。护持请洽各地中心、道场、讲堂、书房，或洽03-989-8686，划拨账号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生命电视基隆法王寺举办传授八关斋戒、祭佛前大供，恭请湛利法师主法。日期1月19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，下午礼拜慈悲三昧水忏祭护生，地点基隆法王寺，地址基隆市仁爱区龙安街198巷4-17号，联络电话02-2423-9448，02-2423-9448，法会备有消灾超荐牌位，供大众书写。生命电视高雄慈悲道场举办新春祈福礼拜3000佛弘明宝忏，护生、点灯、供水、药供暨甘露施食法会，恭请湛实法师领众。日期1月26号星期日至1月28号星期二，每日上午9点。1月28号星期二下午3点，心经除障法会，恭请佛学教授法师主法。地点高雄慈悲道场，地址高雄市三民区博爱一路27号3楼，联络电话高雄慈悲道场07-311-1656，07-311-1656。法会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，供大众填写。愿这个宇宙所有的众生胎卵湿化，卵生出来，乃至让人安尼倒胎出来，乃至有水啊就生出来，乃至化身恶鬼道啊、天道啊、地狱道啊化身，不管安怎来倒胎，多劫成名，即代轮回六道众生拢咧六道轮回，希望因今日拢甲咱共款。皈依三宝，也发菩提心。希望这代众生，卖过去用抓到，卖去用抬，包括恶鬼道嘛，同款。咱今日不是干那放心哦，咱今日超度，包括祖先，拢免去防，拔掉、害掉、抬掉，龙王不免离，自由自在，海阔天飞。拄啊，各位有来念破地狱咒啊，有念破交请啊，希望伊拢脱离，去用关，去用约束。啊，随佛身西天，
对着阿弥陀佛、十方诸佛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南无生佛界。什么叫生佛界？在众生视线，佛已经是成佛了，但是他视线在众生界，所以地狱道有地狱道的地藏王菩萨、观世音菩萨，鬼道有鬼道的地藏王菩萨、观世音菩萨，所以每一个佛婆菩萨都会视线在众生界，所以叫生佛界。这些佛啊、菩萨、摩诃萨，哎呀，来加持啊！但是佛菩萨最大的力量是什么？智慧的力量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每一个佛拢是净着摩诃般若波罗蜜的醒佛，所以法叫三世佛母。所以我们祈求所有佛、所有法、所有菩萨身的加持，哦，众生脱离轮回，卖红台，卖红海啊，卖红欺负。像我们今天招请鬼道，希望小鬼也得到照顾，孤独鬼也不要被欺负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、一切菩萨摩诃萨、摩诃般若波罗蜜。生命电视与您一同追求真理，重拾你的生命。